看这个，在美国看牙齿，这个保险付过之后啊，还要自己付这么多钱。我以前没有看过账单，现在看账单，你看这个账单啊，你看，看这个每一次看牙齿的这个多少钱，你看呢？每一次看牙齿要花多少钱？这个是保险付，保险要付过，这个太贵了吧？你看这个，这一个牙齿418哟，但是这个是保险付的，保险付了418，自己要付80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平均下来一颗牙齿要几百块钱，然后但是保险付过之后自己至少要付50到80块钱，你看，看这个账单。他这个以前我没有注意过这个看牙的这个价格怎么那么贵，怪不得在美国真的没有，你没有保险的话，真是看个病看不起，真的。一颗牙齿补一颗牙齿要这么贵，哎，